这袂歹，来花莲才几啊年啊，第一届来遮，拄好阮囝因囝仔骑下来车倒来遮，拄对来。啊，遐一台迄种大只的割草机，这蝴蝶，哇，做了很歹看。真水，山迄边哦，真水，遮袂歹，空气袂歹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现在我们要离开大农大富生平地森林园区，继续、这条路真的很笔直，感觉好像可以直线加速，觉得很好哎。继续行驶1.4公里左转中山，花莲真的是好山好水，好无聊。哦，今天的天气真好，热靠北，这样在热啥？出去一下子就快熟了，但是这农业起来加足清，加足光的，加足足清的。各位同学看到的景色就会很漂亮，不然平常我们来的时候，有时候天都阴阴的，看起来录起来就不好看，都灰灰的。这种阳光普照，就感觉录起来就很好看。像这条路啊，一条直直的路，旁边都是树，感觉就很舒服。我平常是拢寒假，每年寒假环岛。对家来天气都无遮好啊，那时候比较冷啊，嘛无遮热啊。第一次暑假到这边来，快热晕了。暑假怪遮，甲阮较早寒假怪有差，人真正有加足侪。300公尺后左转。平时我们寒假来，人都平日来都是比较冷清。好。一届是较是随性轻松游，没有只特别说要去哪里。左转中山，其实是跟着我儿子的车队走。啊，那个那个大富大龙，那个叫叫叫。好啦好啦，大龙大富啦，森林人。OK， 大龙大富。大龙大富啦，吼！平地森林园啊，这个是因的那个原住民的什么雕像的块。啊，你干嘛雕像？不闷啊，干杯。青菜里的，不闷。